很多人不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桃汁，没有华丽的包装，一打开就是水蜜桃的清香，是百分百鲜榨的桃汁，入口清甜干裂，相当于15个桃子同时在嘴里爆汁，而且零脂肪、零色素、零防腐剂，两大桶五斤，才10多块，是咱们一个尝鲜价，数量不多，赶紧去薅！救大命了，姐妹们！就之前华邦他们家那个苹果汁不是嘎嘎好喝吗？现在居然家又出了个新品，就这个桃汁，而且这个价居然就到手2大桶，足足5斤装哦！不光是便宜，而且真的是巨好喝，一桶就用了15个水蜜桃榨取。再看看配料表，是真的很干净，而且零脂肪、零添加色素、零添加防腐剂，一口下去桃香特别的浓郁，就像水蜜桃在嘴里爆汁了一样。